首批55万剂的中国国药疫苗日前运抵匈牙利。24日，匈牙利总理就宣布，今天开始施打中国疫苗，成为欧盟国家里第一个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。据外媒报道，中国国药疫苗目前还没有获得欧盟医药管理局的上市许可。不过，匈牙利已经向国药购买了500万剂疫苗。匈牙利总理还曾表示，他更喜欢中国国药疫苗，并说希望自己能够在下周就施打。不过，匈牙利毒理学医生加伯扎赫是对中国疫苗表示质疑。他说自己不会施打中国疫苗。他认为目前对中国疫苗所知甚少，辉瑞疫苗有20000页的描述，而中国疫苗只有数百页。他也不相信中国染疫死亡的人数只有4000人。他表示，中国与印度人口规模相当，但印度死亡人数却是中国的好几倍。匈牙利除了引进中国疫苗以外，也在1月10日批准了使用俄罗斯的疫苗，并已在2月12日开始对民众进行施打，同样也创下欧盟国家的先例。据了解，匈牙利总理之前就不断批评欧盟的批准和购买疫苗过程太慢，因此才引进中国与俄罗斯的疫苗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池千里叶云汝整理报道。